又是偏的。又偏，纸是这样的，纸是弯着的。又动了。又有点动。又动。又动，画不直了呗，这下扭，这样画，对，这样偏着画。又动了，不是，我是动。那你问我呢？我告诉你怎么扶着了，告诉你怎么按用力了，告诉你怎么画了。拿笔的那个手轻一点，能写出来就行了，不要使那么大力，又动了。纸是这样的，纸是正的，尺子是弯的。你别给纸整弯了，尺子整正了，又动了。